大家好，桐树花已经到位啊，现在不栽就要再等一年。雨田哥说今天用桐树花做饼吃，特意买了一个电瓶蒸馍。我记得特别清楚啊，小时候这个桐树花掰开，有甜味儿。我桐树花有一股迷人的味道，好迷人的，赶紧摘吧。咦，甜不甜？桐树花比较多啊，可以储存起来，先把它晾晒一下。鱿鱼的漂亮不漂亮？漂亮。谁讲的呀？我啥时候教过你？桐树花开呀开，桐树花开呀开。好，已经开了，已经开了。把清理过的桐树花过一下热水。好，现在把过完水的桐树花切碎，然后又准备了点小葱，打完往里面打鸡蛋。好，现在往里面放点调料。鱿鱼的药谁吃了的？这粉骨粉够啊，关了太懵了。少一个是吧？少一个是吧？对，少了。那少你的，那你吃吧，你吃，你看咋分解的？来一个，鱿鱼，这个我给分，这个给你，对不对？这个给我。这个咱俩掰开吃，怎么着？那他俩嘞？那他俩也掰开。哎，他俩约好去吧。你吃那个大的，再不妥了吗？是不是问题不解决了吗？这是。哎，你别学，大卫摊肉饼那都是怪香的。是你小香。你小点这个。我看了一遍视频，我笑得不得了。三姐，一个小伙出了大院门，回来了给他媳妇儿炖的土鸡，他媳妇给他拿过来两袋方便，我不知道啥意思。嫂子，来过来，我给你说个事儿，看你家缺方便不缺？不，好的，我错了，我不在了。桐树花饼已经做好了啊。吃起来有那个淡淡的花的香味儿，挺好吃。想不想刘姨？想。哎。哎。这个豆角你用着干呀？啊？是可以。我感觉这个还可以吃火锅。那是豆角你，这是个洗碗机。啊，这是个。是吧，电瓶蒸，你看我都随手一句话，恁啥的嘞？喂，嫂子，你喜欢爬山呐？你们吓唬人吗？